老板皮包没有带，好多钱哦！干什么？还有那个狗年飞机杯。操操，哎呦！今天没有行程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就拿他的钱去玩了、啊。Yeah. 走，我们去游乐园玩。啊！走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今天没事嘛。他刚刚跟你说什么？他跟我说英文。他跟你说 Where you come from？ 那你说什么？彰化。阿姨傻眼。彰化。园林。哎、欸，有看哦、喔，有看是吗？是有看吗？你们是笋壳鱼。我觉得这个笋壳鱼它的肉质鲜嫩，胜过黄鱼，味道鲜甜，胜过石斑。淡水鱼中的极品嘛。那边有。大字报。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哪里怪怪？那大马，乔治宝贝长得好哦。老马是现在应该用力的花老板的钱。对，不手软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奇怪的鱼啊，要不要吃看看？你要吃笋壳鱼哦，它那个肉质鲜美，鲜美到爆。马告就叫珊瑚礁。大家在楼下有讲说马告是珊瑚，我以为是海里面的珊瑚，我就想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我有人拿工具走到在拔起。因为外面要带塑胶啦，很烫啊！你知道会烫吗？不是啊，有那么烫吗？我不信。啊！哎哦！那一群没来过乌来的孩子，非常的欣喜，他们还看着桥下的溪流发空放空，好像讲功哦。我要看耶稣。是啊，耶稣在哪里？你说山里面好像有建筑物、欸，那个就是云仙乐园啊，那是耶稣吗？对啦，那是耶稣。不要穿着原住民 的衣服，乱讲。是啊，你自己看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去坐这个小型的云霄飞车，有点可怕。刚刚花了蛮钱买票了，对、yeah. ，这感觉很容易翻。不会啦，从来没有。那你现在抓成这样子，他想说陪你啊。好，这台车真的就是它时速会越来越快，对，它真的会加速到100，这时速列车会嘎到100。真的。耶，出发了。最高就是23而已，23怕不要的，你还好几百吗？你会怕吗？我还好，我不会、啊，没问题，赞，没问题，重要景点之一乌来瀑布，等下上去坐缆车到云仙乐园，越坐越刺激。现在我们先来模拟一下我们等下坐缆车的样子。我不要跟阿杰坐同一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玩缆车，专业玩缆的啦。真的，走到哪里就看得到老板啦。走慢，哦哦哦，好凉哦，很凉哎，有没有觉得脚底凉凉？哎呦喂！有妈妈吗？高哎、欸，挺帅的。哇！多过几套。不要！我一直想抓都抓不到。抓你！不够动力要还回去了。还回去我会直接哭出来啊！我是缆车之歌哎，这首歌一直在缆车。新城泽林，打 call。来哦，去了，进去了。帮我拿一下。仙女姐姐帮我拿一下，哎，仙女姐姐关我们，这是零牵涉，他就不会再出来了。他不出来，不出来不行。他这边写说，如果你要拿签的话，再投10块。出来吐个字告诉你，哎，之前没签呢、啊。哎，是嘞。哇。哦，了解，我懂了。输到了。我懂。这个是天意啊，这是天意，无言以对。那个代表的是说，这个 AK 他今年会有一个无限的可能。你们人都太好，这是吃钱而已。哇，可惜，本来想玩的，玩不了咯。敢不敢看？我不敢，我是不敢。哇，不要啊！有看到眼睛在看你吗？干！危险公务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放在门口。你在拍啊？康老师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直爬那么多的楼梯？因为我们在登山啊。我今天不是只是来拍一个游乐园吗？是游乐园吗？是游乐园吗？是游乐不要放弃，还175步望中的白眼蛙，祝福你。第一次看到。旺把眼睛闭起来，看到没？他闭眼睛长这样。这是阿杰很想要带回家的雕像吗？我只希望有一个雕像。没有啦，好可怕。他打招呼哎。哎呦 ，What's up？ 然后在我旁边拉，
他直接过来，然后拉一头死的这样走了。他妈的，你看看你看，台湾最美的风景，先滑一下，浪漫一下啦。他刚刚说划船要5000块，但是我就直接给他10000，边找。嗯，都还不拍得到，镜头前观众看一下。都是那位小姐的洗脚水，那我没乱讲啊。大哥，你刚刚说这边划船要多少钱？所以划船要120。哎，你不是说五千？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划船要5000块，但是我刚刚给他10000块啊，不用找了啊。蔡哥突然觉得口很渴，不是，不是、喔，想说你想试试看到那只鹅的味道。没有，对哦、喔，靠背。蔡哥有人在那边洗脚。对。康老师，我们这一队胜负就靠你了。厉害哦，我们现在要追上了，怎么可能？高木兄弟 ，Go！ 来喽！要站南北是不是？要站是吧？爬完楼梯要划船，超虐心！把那一圈让出来！不要，不要让他们过！哇，还要抢路啊！哎，还做涵洞哎！这我拍照好，拍照，我拍照接力。他们很贱，他们不会划船，一直用手推。什么东西啊？太强了吧！什么烂东西啊？拍一下战败者的身影。好，要多一些练习啦！我要撞死你了！让好，大家好，这就是我们青蛙的一生，这就跟我们老板剃掉眉毛长得一模一样。他只有负责这个，磕头的部分，这个他机会比较少了。老板，磕头这张图里面就一只，很懒惰、很懒得爬的树蛙，你知道叫什么？很懒得爬的树蛙，树蛙懒爬，那懒得叫呢？他觉得他来中了蔡哥的毒，就是树蛙懒叫。今天觉得玩起来还不错，可是一路上都没有厕所呢。你流速好快啊！你水量蛮大的。我憋很久，我第一炮差不多了，旁边人在聚集了。旁边还有小朋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干嘛吧？这个就是在防你这种人。跨过去就过来了。不良示范，上一下不良示范。这跨过去就过来，对不对？马上下马赛克了。没有，我一跨过去就有马赛克啊。这边也可以下去啊。你不要再教大家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听说这边是荒废的。荡秋千，可是发现他第一个秋千可以荡，就动了起来。你在笑什么？很严肃。不知道，那群人刚刚才荡完走掉了。哎呦！阿姐的生物小调式，你们知道萤火虫的幼虫、卵幼虫、成虫都是会亮的吗？这部片的时候，同梯的都把手电筒夹在屁股里，然后跟我说这是萤火虫。这什么剧情？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先民推车时的辛苦？这是免费的。对啊，那么辛苦就免费哦。你在上面这样怎么推啊？要不是你帅，我跟你讲，这一趴没有人要看。不是啊，应该有人推吧？乡民的辛苦是免费的。你不要扭曲人家的意思，哎！越想越好笑。你们两个大人在那边，哇，要收纳。哦，很电音的，哇，这个台中的，你好会选车啊、喔！车跟人要合一。张浩来了，张浩来了。在干嘛？在挺服装啊！我只是儿歌啦。怎么又是你？我们走到山上还是你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今天招待我们。终于到这，噔噔，千辛万苦，我们今天本来是赏樱目的，我们还是觉得射箭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对啊，樱花这种东西只要看了，大家应该喜欢看我们射吧？没有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边射一射，等一下就回去公司。耶，老板付钱，一样老板付钱。好。哇，超高。哇，你要示范给大家看是不是？没有，不要，不要，就那只三只哦，不要，跑掉了啦，那里有三个女生，我射出来三个女生，不行，射不到啊，然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有青蛙，他从电筒里面跳出来，老板在哪，我直接射他，老板在哪，玩一边，很累，玩完了啦，老板钱也花完了，对，然后刚问我们，我拍的速度怎样？钱一下就速度花完，还有留一点啦，等一下吃冰棒。拍的速度有点慢啦，钱花的倒是蛮蛮快的啦。老板还是被骂说我们没有影片，他看到这支影片就是有影片。有啦，这支影片也太有偶尔出现客串一下。有啦。那我们下一次有想要去哪吗？到希望下次去国外。Trouble Maker， 对，我们 Trouble Maker 第一集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 tag 老板，哇 ，tag 老板，多花一点钱让我们出来玩。救救老穷穷，好不好？记得订阅分享，下次见。拜。可以摸啊，这不能摸吧？可以啊，宗师没有毒啦。哦，不过这是几代的？卡带啊，我以为是一代宗师啊。